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在第一关晋级的十位挑战者进入挑战位。这个竞赛氛围跟第一关又不一样了哈，这是纯粹的高手对决吧？这一关我们将继续采取晋级席位的抢占制。这一关五个晋级席位同样分为两轮，第一轮产生三个晋级者，如果我们的挑战者没能在第一轮抢到这三个晋级席位，那么第二轮你们将会面临更高难度的挑战，去争夺剩下的两个晋级席位。请听第二关第一轮挑战规则。我们的嘉宾任意选择30笔4位数，请注意，我们这一次不是让大家用眼睛去看了，我们会把数字自动生成语音播报，加法和减法交替出现。播报完毕之后，挑战者必须写出正确答案，且用时最短的前三名挑战者才能晋级。你看，直接从四位数开始了，刚才还是先从三位数开始的，而且增加了听的难度。听心算比赛呢，连续的播报这个数字，这中间呢是没有间隔的，这个对选手捕捉数字完成计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。而且在这一关当中呢，是加法减法交替出现，减法跟加法完全是逆向的思维，有很大的难度的。请我们的挑战者们戴上你们的眼罩。这语音播报是人工合成的哈？对，都是人工合成的。对的。哎呦，所以人工合成的应该就是普通话的这个标准语音。对对，这样对大家还公平一些。嗯啊，他可能对自己教练的声音更熟悉，啊，但是这样呢，就大家都是一样的。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来检验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有请观战室里的嘉宾为选手出题。我们要出题了，30笔4位数。哦，这个应该是红色的是加蓝色是减。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秘书长，这个语音播报的难度是比自己用眼睛看要难吗？听心算的难度呢，要比看心算的难度还要大一些，看更直观一些，听呢有一个传输的过程，脑海里还要再转弯。是。主持人，嘉宾已出题完毕。好，谢谢。请挑战者们摘下眼罩，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，准备进行本轮挑战。第二关的难度考验的是综合能力，首先你要把这个数字通过耳朵听，然后来转化为你脑海中的这个算珠，然后再进行加减混合的运算。你要把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听力这一块，分辨这个数字，分辨错误了的话，那题目也是错误的。十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宣布第一轮挑战开始。7631减1263加9631减3479加7412减1962加9837加8136减1376加9123减1360加9476加9413减1425加8546减1496加7416减2674加4701减3972加4906减3451加2569减1709加5649减4391加7096减3872。这不可能啊，这完全不可能，我都怀疑这个速度是不是调错了，就它已经是10倍速的在播报了，我觉得。我老天哪，根本连听都听不清楚。但是我们的十位选手此刻全都已经答题完毕，用时最短的哇仍然是徐美多，0.75秒。
听算是我的强项，对自己的成绩有100%的把握，所以最快的速度去抢这个席位。用时最长的徐艳艳，用了2秒88。这一轮我们将产生3位晋级者。请问两位裁判，刚才10位挑战者抢答是否有效？主持人，抢答有效。主持人，抢答有效。谢谢两位裁判，有请挑战助理。徐美多再一次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答案，这个数字最后是否能够正确？我们来看正确答案，75106。请验证徐美多的答案。第一位数字，你看，大家记住这个表情，这就叫做徐美多成功者的微笑。我觉得这个微笑就一定是准确答案。7。第二位数字，5。第三位数字，1。第四位数字，0啊！哎呀，这个零写的，最后一个数字，他肯定对了，对了，他这应该是对的，对的，6，对了。徐美多这一次稳稳当当的拿下了第一把交椅，率先晋级，祝贺徐美多。对，印证了徐美多是微笑，是成功的。你想，他在整个播报结束之后的0.7秒给出了答案，是，这就是个自然过程，没有我们想中的。他克服了自己在第一关的不利的影响啊！哎，你看，这是真挚的情绪的释放啊！抢到了第一名的成绩，让我紧张的心情平复了不少。那么接下来，这一轮还剩2把晋级的椅子，看看坐上去的会是谁。刘薇薇这一次姐姐率先抢在了前面，请验证她的第一位数，7。第二位数，遗憾，不对，是我。啊？这其实是对撒老师的一种考验，是吧？薇薇老师，下回能写清楚点吗？刘薇薇告诉我，这是5。哇，这个舞龙飞凤舞啊，要起飞了，这个舞。75，没问题。7，哎呀，千呼万唤使出来，第四位数，0，最后一位数，6，祝贺刘薇薇。对了，姐姐还是非常厉害的。你看这一轮就变成姐姐坐那儿等妹妹来了。祝贺刘薇薇稳稳当当坐上第二把交椅。我觉得我姐姐表现非常出色，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第二关就5个名额，我妹妹的实力比我强多了，她应该更有把握。这一轮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妹妹刘晓明没有能够把时间抢进前3名，但从理论上来讲还是有可能。如果杨红旗、杜海洋、金凤英全答错，你还是有可能在这一轮晋级。但是我不知道啊，连错3个的几率有多大，我觉得有点太玄乎。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杨红旗的答案，第一位数，7。
第二位数。对，那可不一定。哦。嗯，错了。哇，错了。错了，七六，他是第二位六了。太遗憾了，太遗憾了。时间上是卡在了第三位，但是数字上出现了失误，所以杨红旗没能在这一轮晋级。这都是高手压力太大了。接下来，杜海洋看到了在这一轮晋级的希望。我觉得他有点心虚，怎么回事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他有点心虚哎，难道是没答对吗？验证一下杜海洋的答案。啊？哎，是七还是二？七。是七，但是因为写的快了，连上了笔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所以写的像二。第二个数字呢？连过去以后，他写的是：“您这是个数码，这是个数码，请告诉我，八是八，不对，我看着像五。”刘晓明，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如此小概率的事件，眼看就要发生了，是吗？连错三个人。我就笑笑不说话。七五，但是他达成七八，所以后面的数字也都不用看了。遗憾，本轮止步于此。那就看金凤英了。第一个数，七。他应该是对的，我觉得他错的几率其实还挺小的。第二个数，五。第三位数，一。应该是对了的。你分析一下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了的。你觉得他对了是吧？嗯，他上一轮舔嘴唇的时候也是对了的。哦。第四个数，第四个数。没问题，最后金凤英能不能坐上最后本轮晋级的一把椅子？揭晓，祝贺金凤英，终于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，没有连错三人。第二关晋级是我是没有意料到的，没想到前两位出现了失误，然后让我有了这个机会。金凤英把握住了杜海洋和杨红旗留给他的机会，没有再把这个机会传递下去。祝贺此刻坐在我们晋级席的三位，在第二关的第一轮率先晋级，祝贺你们。接下来这一关还剩两个晋级的席位，但是对于各位来讲，挑战的难度会加大。第二轮挑战难度升级，我们的难度将由刚才的四位数升级为五位数。所以就是这桑老师现在说的一切的时候，你才知道第一轮出现者还是幸运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一个环节当中的竞赛多么幸运，是啊。请挑战者戴上眼罩。第一个题我也算对了，但是自己还是写慢了，又剩下一次机会了，要快速的抢上那个席位。第一轮的时候心里没有底，就觉得题目是算错了，抢答的时候特意延迟了一下，所以这个排名是在后面的。第二轮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去抢答了。我们有请观战间嘉宾为这一轮的选手出题。三十比五位数，
主持人，嘉宾已出题完毕。好的，请我们的挑战者可以摘下眼罩了，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宣布，第二关，第二轮挑战开始。9万3147减15367加81436减14632加70961减21469加89136减13574加91423减23124加62147减21314加39741减21312加87421减23614加74631减12364加74631减13457加74232减23145加96314减23146加74237减52136加56971减12346加74523减12487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七位选手。排在前两位用时最短的是刘晓明和董长乐。哇，474，474也太快了。这个用时的差距还是挺大挺大的，0.47秒啊。他们差了一秒多。在验证答案之前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裁判，本轮抢答是否有效？主持人，我们申请回看刘晓明的抢答过程。你看，他现在对刘晓明的这个时间有点小小的质疑。74523减12487。在慌乱之中，刘晓明先触摸了屏幕，他没能按照我们挑战的规则，必须写完答案才摁下停止键。又剩下一次机会了，心里就有一些慌乱。一算完了，就想着又要写答案，然后又要抢，因为这个脑子里就有点乱，一紧张不小心抢答了。所以很遗憾，刘晓明虽然时间排在第一位，但是只能按照规则取消本轮成绩。杜海洋真的是非常幸运了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因为别人失误获得验证答案的机会了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董长乐，请揭晓他的答案。正确答案是837464。董长乐的第一个数字是八。第二个数字三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对的。第三个数字七，没问题。第四个数字董长乐嘴角往上扬，应该是对了的。哎呦，我四。第五个数字六，最后一个数字，祝贺董长乐顺利晋级。十段选手，只给杜海洋留下了这么一个机会，看看杜海洋能不能好好把握。前十名当中9位是女士，就那杜海洋一个人是男士，他压力太大了。请揭晓杜海洋的答案。第一位数八，没有问题。第二位数三，没有问题。第三位数七，没有问题。第四位数四，
第五位数。六。对了对了，应该是最后一个，应该对了，他肯定对了。就看最后一哆嗦了啊！最后一位数，四。对了，祝贺杜海洋拿到了关键的一个席位，成为了本轮最后一个晋级的选手。来，杜海洋，杜海洋，谢谢你为中国珠心算的男士留下了最后一点尊严。本来十个人里就你一个男的，你要再不晋级，后边都没希望了。一定要努力努力，挺不容易，挺不容易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是刚发现，真的十个人当中只有杜海洋一个男士，太不容易了，而且还坚持到了最后这一个名额，因为刘晓明的失误，终于没有放弃这个机会，把握住了，冲到了下一关。如果没有犯规的话啊，我特别想知道你的答案，是不是能够为你奠定一个晋级的基础？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是否正确，也揭晓一下吧。哎呀，太遗憾了。那姐姐得多难受啊！但是很遗憾，因为犯规，一个正确的答案没能把你送上晋级的席位。但好在你们家有一个人在那儿呢，是吧？刘家还有一个姐姐在那儿呢，想对姐姐说什么吗？姐姐继续加油，主要是太紧张了，刚才心一慌，手一乱。差一点，姐妹就团聚在下一关。珠心算啊，想半路出家，说好玩尝试尝试，学几天就上战场，没有这样的事儿。所以尽管没能晋级到下一关，但是各位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，珠心算的水平那都是佼佼者。此刻在即将告别我们挑战舞台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心声？红旗，我觉得这个最近这几天的复训压力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我在离开珠心算队之后已经有14年的时间没有接触过珠心算了。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，虽然这次我很遗憾没能参与到抗疫一线的工作，我也是想借这个平台对我们的医护工作者说几句话。在这次抗疫阻击战中，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是你们的永不服输、永不放弃，对生命无数次挑战不可能，才让大家对生命重新看到了希望。你们辛苦了。来看一看我们这位14年没有接触珠心算，但是短短几天的复训就再一次站上挑战席的这位医护工作者，答案完全正确。这就是他们的功力，这就是他们的能力，这就是他们的坚持和坚守。方明，从我第一次接触算盘到现在已经20年了，我能够来到这个舞台，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父母、家人、领导、老师。我是珠算人，我能上能下，我打的皆为世间的算盘，我能进能退，拨的都是人生的算珠，我珠心无悔。谢谢。哇，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都是高手，也都让我们看到了挑战者永不服输的精神，更让我们看到了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对于一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。无论当你放下多久，你拾起它的那一刻，它仍然还能在你手中变成你人生的利器，闪闪发光，所向披靡。感谢你们的到来，再见。很遗憾止步于此，非常感谢珠心算带给我非常多美好的回忆，我觉得也算是给我自己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了。不错不错，挺好的挺好的。